伟大的法神大人会保护我们的。啊，法神大人是谁啊？他是斯特恩大陆最后的魔法师，他就在城池中央的法兰之塔里守护着我们。有法神大人在，一定会没事的。爷爷，魔法师是什么？魔法师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群人，他们可以深入深渊与恶魔战斗，潜入海底和海族交易，行走在巨龙之岛，掌握古老的龙语，有毁天灭地的实力，无所不能。可是现在的斯特恩大陆上只有法神大人一个魔法师了。奶奶以后也要成为一名魔法师。唉，这个世界上啊，再也出不了新的魔法师了。啊，那奶奶长大后就嫁给法神大人。啊，切，谁又在咒我啊？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8年了，凭什么别人在异界都能混得风生水起，我却只能当个图书管理员，兼职机修工？唉，怎么回事？虚空风暴又进入活动期了。糟了，苍穹大阵，现在只能看法神大人了。不知道这座苍穹大阵还能坚持多久。如今是末法历2000年，全盛时期的大陆曾经孕育出过无数的强者，法神、剑神、黑暗龙王、精灵女皇、比蒙王，可3000年前的一场黑暗动乱，辉煌的一切都消失了。天地间的魔法元素越来越稀薄。也不知道这法兰之塔还能坚持多久。天火燎原，12级竞争，哼，今天就是你了。听说法兰之塔中藏有我们斯特恩大陆几万年来的所有魔法典籍，这可是大陆无数魔法师的智慧结晶啊。这些典籍现在都由法神大人一个人守护，为了守护他们，法神大人已经10多年没有离开过法兰之塔了。法神大人真是太伟大了。好爽啊！魔法书擦起来果然柔软，这么厚一本够我用一个礼拜了。末法历后，魔法师们为了生存建造出了苍穹守护大阵，可是虚空风暴一天不消失，这片大陆就只能走向毁灭。啊，那是什么？不要，我还是个处男啊！野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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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敢在我的魔药科上睡觉！这里是教室。
水球术？难道我在做梦？还没睡醒吗？要不要老师再来个水球术给你醒醒脑子？大陆上的魔法元素什么时候可以施展出水球术了？逸璇，你不会是被砸傻了吧？云老师发起怒来比黑暗魔龙都要恐怖。兄弟，你自求多福吧。云老师，我不是在法兰之塔吗？我没死，难道我竟然回到了3000年前，成为了西斯魔法学院的一名学生？我叶璇一定要成为这个大陆上最伟大的魔法师。我竟然回到了3000年前，给我认真听课！再让我发现你打瞌睡，这一门魔药课你就给我重修。好，下面我们来学习。喂，云老师可是比斯法姆院长的弟子，才21岁就已经是3级魔法师了，他的魔药课你都敢打瞌睡，胆子也太大了吧。你们都是西斯魔法学院的学生，是王国未来的魔法师，你们中有平民也有贵族，不管你们来自什么地方，既然进入学院，便是背负了家族的希望，王国的希望。只有当你们穿上魔法师袍的时候，才真正有资格从这一所学院毕业，都明白吗？是。据我所知，这个时代的贵族都身居高位，地位远远凌驾于平民之上，想不到这云傲雪老师居然还有这样的见解。叶璇，你不会真傻了吧？云老师是王都的顶级魔法天才，因为比斯法姆院长的关系，才主动来西斯魔法学院教导我们。你在他的课上打瞌睡，下场会很凄惨的。这就是我的同桌加好兄弟陈南。再凄惨，能有魔法师带惨吗？什么魔法时代？完了完了，叶璇真成白痴了。凭借我前世的知识和经验，在这个时代成为法神，岂不是轻而易举？奇怪，总感觉叶璇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根据史书记载，黑暗动乱似乎就发生在这个年代。最近有什么大事发生吗？大事？的确有几件。难道黑暗动乱已经开始了？昨天我丢了一支魔纹笔，被我爸胖揍了一顿。凌月那家伙一直针对我们，咱们早晚都要干上一场。听说校花慕容冰云在冲击1级初级魔法师呢。哎，和女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哦，对了，还有早上替你把情书送给李月了。不过你这眼光也太差劲了，要送你送给班长魏思清了。哎呀，停停停，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的大事就这些啊？叶璇，你又在嘀咕什么？你把我刚才的提问回答一遍，这个世界到底由多少魔法元素组成？答不出来的话，今天就别想下课了。云老师，叶璇这个废物哪里懂这些啊？现在班里面就叶璇一个不是初级魔法学徒，要我看早点开除算了。魔法元素的构成，大陆的认知共分5个阶段，可以是4种、5种，也可以是6种、9种，甚至是无限种。云老师，你问的到底是哪个阶段？一共分5个阶段，还有这么多种，我怎么不知道？明明只有9种，白痴都知道答案吧？叶璇连白痴都不如，云老师肯定要暴怒了。都别说话，那你告诉我，分别是哪5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魔渊前200年。苏格拉底大法师提出的四色魔法元素理论，以地水火风为代表，认为大陆是由这4种元素构成。500年后，
东胜帝国的柏拉图大法师又在此基础上将地水火风修改成了金木水火土五种五行元素。3000年后，研究古魔法文明的拉瓦锡大法师又提出了六系元素理论，认为世界是由地水火风以及光明黑暗六种元素构成。不过我们现在的魔法学中主要是以5000年前魔法师工会创始人亚里士托德大法师的九系元素学为根本，将天地间的魔法元素分为地、水、火、风、冰、雷、光明、黑暗以及毒幻系九种。但在近代又有人提出理论，认为天地间的魔法元素其实是有无数种，除了九系之外还有生命、空间、时间、黑魔法等等。大陆元素不是一直是九系？叶璇他在说什么？什么地水火风，什么五行元素，乱七八糟的。叶璇说的一些理论我也曾听说过，可是他一直在班里默默无闻，怎么会知道这些？哼，魔法元素明明只有九种，叶璇你答不出来还胡说八道。云老师，要我说就该罚他禁闭。都给我闭嘴！叶璇说的是对的，魔法元素的确是从200年前苏格拉底大法师的四元素时代开始的，经过上万年的发展才演变成现在的九系理论。目前大陆上的魔法工会都以九系元素理论为正统，你们只需要知道这个答案就可以了。魔法元素的理论发展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想要通晓五个阶段起码研读数十本魔法历史书籍才能找到规律，他是怎么知道的？不过理论终究只是理论，多看了几本基础魔法书籍不代表就可以不听课了。身为一名魔法师，魔药学是必须掌握的基础。叶璇，你把我之前讲的火元素基础液的配置给大家演示一遍，若是配置成功今天的课你就不用听了，但若是配置失败，下课后就给我关半天禁闭。半天禁闭，这也太狠了吧！活该他倒霉，你们看他一脸得意的模样，我都恨不得上去踹两脚。让着叶璇校长，撞到云老师头上了吧？还不如乖乖的认错呢。唉，既然不会炼制，那就认真听课。等你成为一名魔法学徒后，就知道老师是在为你好了。哼，不会。火元素基础液是配置火系魔药时所用到的基础药液，我闭着眼睛都能炼制出来。哎，叶璇想干什么？他怎么突然跑到讲台上了？该不会是吓傻了吧？老师，这么简单的化学实验，我可没有说过我不会啊。嗯，想要炼制火元素基础液，第一步是取一个单位的火星矿石。这里需要注意，必须是将火星矿元素液倒入无属性元素液中，若是反过来会产生爆炸，造成配置事故。云老师，我可以走了吧？啊，好纯净的火元素基础液，
这如同火山般浓郁的火元素气息，绝对是完美级别。即便是我，也未必能配置出如此完美纯净的火元素基础液。叶璇是怎么做到的？莫非那化学实验是某种上古魔药学？叶璇人呢？他刚出去了。谁让他走的？上课期间居然敢公然逃课！老师，您不是说他配置成功就可以下课了？你们谁听见我这么说了？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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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听到。哪有？这还差不多。叶璇逃课，回头让他来我办公室找我，不然的话，他这门魔药课不及格。剩下的时间你们自习。怎么回事？怎么这样？不及格，这也太狠了吧！喂，你们说这什么情况啊？老大，怎么回事？哼，我哪知道？好像是叶璇这小子懂不少魔药学上的东西。难道叶璇这个魔法废物，竟然是个魔药天才？那什么狗屁天才！不过是多看了几本书而已，他一个魔法学徒都突破不了的废物，能成为魔药师？老大说的是。林月，你才是废物。陈楠，为了叶璇这个废物敢得罪我，信不信我要你好看？你有本事动我看。啊，爆裂火球，林月难道已经是高级魔法师？我们班又出了一个天才了，学徒了。再敢和我狂，你的下场就和这课桌一样。这是课堂，要吵架你们出去吵去。真是没用啊，连配置个基础药剂都这么吃力，我这体格实在是太弱了，难怪连一名初级魔法学徒都不是。魔法学徒是成为一名真正的魔法师前所必须经历的阶段。魔法学徒分三个级别，初级、中级、高级，而高级魔法学徒之后便是初级魔法师了，也称之为一阶法师。西斯魔法学院的毕业十分严格，只有成为初级魔法师后才能从学院毕业，因此绝大多数学员会在高级魔法学徒的境界上肄业。黑暗动乱就爆发在这个时代，我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实力才能保护自己，尽快调查出黑暗动乱的真相，绝对不能再让末世的悲剧重演了。学院有自己的醒魔室，想要变强就必须先成为初级魔法学徒。趁着其他人还在上课，正好可以安静地使用醒魔室。这里就是醒魔室了。先看一下这具身体的元素亲和力和精神力。元素测试水晶，想不到这个年代还在用这么古老的测试方法。和土元素亲和力中等，火元素亲和力下等，其他元素亲和力忽略不计。原始的元素亲和力只是基础，在魔法力到来后，魔法师们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创造出了许多能提升元素亲和力的手段。接着看看我的精神力如何。只有普通人两倍的精神力，只能算是够得上魔法师的最低标准。
难怪进入学院一年多都没成为初级魔法学徒。不过精神力的强弱并不是唯一标准，最重要的是掌控力。这具身体的基础打得倒是相当牢靠，体内魔力的积累早就到了形成魔法漩涡的临界点，之所以还没有晋级初级魔法学徒，只是因为对魔力的控制不够而已，这可就简单多了。在末世的那十八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着如何榨取更多魔力，计算着如何将每一丝魔力用在最关键的地方。顶着虚空风暴的致命杀机，可以在滚烫的荒漠里几天几夜，为的只是从虚空当中抽取那么一丁点可怜的魔力。魔力的掌控对我而言太简单了。开始吧。这么快就凝聚魔元成功了，对我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轻松吗？魔元的强度相当于魔法师的根基，根基没打好就永远建造不成高楼。魔元形成，现在只要花一点时间让魔元彻底稳固下来，就算是一名初级魔法学徒了。不过第一次形成的魔元往往比较脆弱，必须凝聚到无法提升为止。三次，四次，八次，看来我目前的极限应该就是八次了。虽然只是魔法学徒级别，但足以媲美一名真正的魔法师了。先试验一下风韵术。哈哈，真是幸福的时代啊。不过初级魔法学徒还是太弱了，争取在十天之内突破到高级魔法学徒，一个月之内成为一名初级魔法师。不过在这之前得先将我的肉身强度提升上去，一名强大的魔法师光有魔力不行，还得有强劲的体魄。哎，有了。这是谁？居然在冲击初级魔法师，而且还是冰火双系。不对，他身上的火系力量是魔法元素，但冰系元素应该是他自身的力量，莫非是寒冰之体？有意思，寒冰之体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魔法体质，天生对冰系魔法有惊人的领悟力和掌控力，冰系元素亲和力超等，号称仿神之体。此人明明是寒冰之体，怎么在修炼火系魔法？两种魔法力量相互克制，极易产生冲突，一个不小心就会走火入魔，导致魔元混乱，爆体而亡。哦，我想起来了，这个时代还没有寒冰之体的说法，反而被认为是一种绝症。随着魔法等级的提升，寒冰之力会渐渐地冻结魔法师的生机，往往成年便代表他死亡。在没有研究出破解之法前，医师会建议修炼相克的魔法来抑制体内的魔力，殊不知这种方法反而是害了他们。
这么鲁莽地冲击初级魔法师境界，以他的能力根本无法掌控体内元素平衡啊。你好，我美女，我这是在救你，你不以身相许也就罢了，就这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吗？缝纫术，这怎么可能？哼，你到底是谁？竟然破坏我突破！我说了是在救你，听不懂人话吗？哼，我好好的，用得着你救？啊，哼，我不管你是谁，马上离开！哼，女孩子脾气这么冲，就不怕嫁不出去吗？哼哼，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天生对冰系魔法有极强的亲和能力。那又如何？整个学院的人都知道。但你的冰系亲和力带给你的不是天赋，而是梦魇。从感应到冰系元素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体不断地变得冰冷。五岁的时候，双脚便怎么也捂不暖；长到八岁，双手冷若寒冰；直到现在，每次你来天轨的时候都痛不欲生，心肺在子时和辰时都会变得冰冷，唯有在吸收火系元素的时候才能缓和一些，我说的对吗？你怎么知道？医生应该告诉过你，活不过十八岁。而你之所以修炼火系魔法，也应该是医师告诉你，修炼火系魔法能压制你体内不断增长的寒气，让你活得更久一些。我喜欢魔法，尤其是冰系魔法，可是家人告诉我，如果我修炼冰系魔法就会丧命。果然是寒冰之体。哎呀，你急着突破初期魔法师境界，应该是为了缓和自己的寒冰气息。可是你不知道，若你现在急着突破初期魔法师，你体内的火系魔力和寒冰气息将瞬间失去平衡，让你活不过半年。怎么会这样？我努力的修炼就是想要突破初级魔法师，让自己不受厄运的摆布，让爸妈为我高兴。为什么老天要这么对我？谢谢你，请你走吧。哎，其实你的身体并没有问题。这种体质被称为寒冰之体，并非是什么绝症，反而是一种极其强大的魔法体质，可遇不可求。只是你用错了修炼的方法。你说的是真的？嗯。连父亲请来的王都医师都治不好的绝症，怎么可能是一种强大的魔法体质？他不会是在骗我吧？我可没有骗女孩子的习惯。不过你身上的问题很多，想要完全解决，没有那么容易。我这里有一个魔力运转口诀，可以缓和你手脚冰冷、心肺冰寒的症状。你回去之后可以运转体内的魔力试一试，但是记住，千万不要运转你的火系魔力，而是你体内与生俱来的冰系魔力。除此之外，你应该一直在服用火之丹和温和药剂吧？把药停了吧，三天之后就能感觉到明显变化。是怎么知道我最近在服用火之丹和温和药剂的？夜神，
叶璇，哎，叶璇，你之前跑哪里去了？找了个地方成为魔法学徒去了。成为魔法学徒？啊，叶璇，你什么时候也学会开玩笑了？你急着找我什么事啊？哎呀，云老师让你马上去一趟他办公室，不然你这学期的魔药课就不及格了。就这点小事？哎，叶璇，你已经快两年没有突破魔法学徒了，万一这学期再挂几门课，说不定就成为这几年来第一个被学院开除的学生了。想开除就让他开除好了。哟，这不是陈楠吗？急着通风报信来了，做狗腿子居然都做得这么快，本少爷还是第一次见。林月，你想做什么？叶璇，你不知道李月是我的女人吗？居然敢给我的女人写情书，活腻了吧？老大，和他废物什么呀？叶璇他敢调戏大嫂，揍他！哼，叶璇，你只是个连初级魔法学徒都成不了的废物，既然也有勇气给我送情书，可笑，我们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我李月就算是瞎了眼也不会看上你这种人，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给我送情书。我想你们应该是误会了。哼，什么误会，上面明明写着给我最爱的人，你瞎了眼了？这不是情书是什么？我的意思是你们误会了，这情书我不是送给你的，只是送错人了。不过有句话你说的没错，我们根本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但不是我叶璇配不上你，而是你李月高攀不起我叶璇。你该死的，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还我高攀不上你，整个班里除了我，你还能给谁送情书？魏思清班长，其实这封信是写给你的。陈楠那个家伙让他半点小事都做不好。你佳人一蹴百媚生，细丝粉黛无颜色。魏思清班长果然倾国倾城。好了，叶某告辞。佳人一蹴百媚生，细丝粉黛无颜色，他干嘛呀？这话他都说不出口。这还是以前那个白痴一般的叶璇吗？叶璇，你给我站住！叶璇，滚蛋！老公，这个废物居然敢羞辱我，你还不赶紧替我教训他？叶璇，往哪里跑？混蛋，敢动我们大哥，找死！可恶！叶璇，你今天吃了什么药啊你？叶璇，刚才是我大意，这回没那么好运了。无处不在的火之精灵啊，赐予我召唤自然的力量，爆裂火球！糟了，叶璇还不会法术。林月，你不要欺人太甚！去！精灵，听从我的召唤，藤蔓生长。不好！什么？刚才
是我眼花了吗？叶璇竟然捏爆了爆裂火球！你们看到叶璇手上的土黄色光晕了吗？他不是一个连初级魔法学徒都成为不了的废物吗？施展封人术，那真是放猪吃老虎。封人术的威力不如爆裂火球。叶璇不断用封人术劈开了爆裂火球，还直接将劈开的火球给捏爆，怎么做到的？叶璇，你……唉，我只想安安静静的做个美男子，有些家伙非要找死，我也没办法。你们三个一起上吧，我赶时间。叶璇，看来以前是我小看你了，居然偷偷摸摸突破到了初级魔法学徒。既然你找死，我不介意成全你。无处不在的火之精灵啊！叶璇小心，我来帮你。叶璇，你作弊！魔法再高，一砖撂倒。老大，我们替老大报仇。年初。各位，拜拜。他真的是叶璇吗？施展岩兔的时机无比巧妙，即便是我也未必能做到。这个叶璇真下流，林月他们伤得不轻，得赶紧把学院的医师找来，不能乱扔垃圾，这封信就勉强替他保管一下好了。喂，叶璇，你刚才也太帅了，我居然还不知道你什么时候突破了初级魔法学徒。切，不说就算了。哎，你刚才的封刃术是怎么把爆裂火球给切割开的？封刃术的强度应该不如爆裂火球吧？正常情况下是如此，不过并非绝对，很简单的空气动力学而已，想学的话回头我教你。空气动力学？那是什么？难道是某种远古魔法？你在看什么？没什么，走吧。那小子好像发现我们了。你看花了吧？一个魔法学徒而已，岂能发现我们？难道真是我眼花了？这小子的确有点意思，有很强的战斗本能，不过终归只是一个小屁孩而已。大人吩咐了，要我们盯紧这里，绝对不能出任何纰漏。这一次的计划事关重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天魂草、星辰沙、生命水，我记得后世记载的淬体药剂应该是这几种材料，就是不知道这黑石城的交易市场中有没有。你在说什么呀？没什么。哎，真是一个美好的时代啊，连呼吸中都充满了魔法元素的味道。身处在和平年代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和平究竟是有多么的难能可贵。这里就是交易市场啊，好热闹啊。走一走，看一看，哎，上好的新铁弓。此弓由一级星铁打造，
弓弦是阴阴魔兽风牛兽的骨筋柔制而成，射程1000米，威力无穷。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先到先得啊。啊，这可是好东西啊。两位小兄弟果然好眼力，我家的弓是这片最好的。好像也不咋地了。哎，小兄弟，你懂什么？星铁是打造弓箭的顶级材料，强度和韧性都是一等一的。再看这风牛兽的主筋，弹力极佳，射程高达1000米。若是请上一位风系魔法师，镌刻上一道风系魔法阵，甚至能达到1500米射程。这把弓多少钱？仅售200银币。这也太贵了吧。买不起凑什么热闹，去去去，别影响我做生意。不是你，这弓身花里胡哨，还带着镂空设计，高纯度的星铁可塑性却很差，根本打造不出这种形状。我看啊，这弓身里面的星铁含量应该不会超过30%。你小子不懂乱说什么。还有这弓弦色泽灰褐，其中的纹路呈螺旋状，如果没有猜错，这弓弦并非风牛兽主筋，而是一阶铁牛兽的主筋柔制而成，有效射程也不会超过500米。你走吧。这个小兄弟真厉害啊，带着学院徽章，莫非是西斯魔法学院的学生？难怪我之前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原来是铁牛兽的牛筋。几位兄弟有话好好说。这坛主也太黑心了吧，敢骗我们。别，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哎呦，10银币，知道10块银币了。长的都也认挑，10块钱买不到吃亏，10块钱买不来上当。上好的养生药剂，饭后吃一瓶，包治百病。拿起武器也更带劲了，一口气跑1万米，气也不喘了，脸也不红了，夜里更有劲了。果然，任何时代都不缺这种洗脑推销。咱们都走了半天了，你到底要买什么？来。我总不要看一看，小吴刚去魔兽山脉采集回来的。这西兰花怎么卖？2银币1株。2银币1株，这可是传说中的西兰花呀！魔法时代里，我只能从图册和标本上才能看到，居然这么便宜。这星辰沙呢？10银币。10银币一粒星辰沙，倒是不便宜啊。小兄弟，你不是来捣乱的？敢卖10银币一粒，我早就被执法队赶出去了。我告诉你，你可别搞我啊！我可是正经做生意的，想钓我鱼没门。10银币1斤，这太便宜了吧？白菜价呀！在魔法时代，好断腿也找不到这种价格呀。叶璇，这些都是低阶魔药和材料，不值几个钱，你买这些做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老板，这些都给我包起来。好的，先生，您稍等啊。5株天魂草，3朵西兰花，2两千叶子，3斤星辰沙，外加1瓶血渊精，总共才花了103个银币，就差一颗血蓝胆了。找到了。小兄弟，想买点什么？老板，这血蓝胆多少钱啊？这个50银币。老板你坑人吧，血木蛇只是一阶魔兽，智慧又低，只要方法得当，一天能杀死5头以上，20个银币最多了。这血蓝胆是我在魔兽山脉搜寻了好几天，冒死斩杀一条血木蛇才拿到。你嫌贵，我还嫌贵呢。那是你寻找的方法不对。拿着。我跟你说啊，血木蛇喜阴冷好森寒，但每天需要晒至少1个时辰的太阳，只要找对地方，一天别说5条，就算10条8条也不在话下。血木蛇喜阴好寒我知道，
每天晒一个时辰太阳，这习性是从哪儿听来的？不仅如此，血木蛇白天晒完了太阳，夜里还要补充一次水分。洞穴距离水源地一般不会超过3里，你就按这个标准去找吧。真的？奇怪，叶璇怎么什么都懂？把血蓝胆送给我，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把血蓝胆送给我，我还可以告诉你更多。我也不是小气的人，要你说的都是真的，那我还赚。这血蓝胆你拿去吧。好，看你也是个老实人，我就再告诉你一个，刚才我跟你说的地方你别去了。为什么？因为还没等你见到血木蛇，就会被幽魂蟒缠上。幽魂蟒？我一个黑铁武士，要是遇上幽魂蟒，起码要躺个10天半个月。血木蛇每天要晒阳光是真的，但它的饮水间隔是3到5天，所以洞穴一般距离水源地10里左右，如果附近有艾草的话就更稳了，那是血木蛇最喜欢的味道。我想起来了，哎呀，小兄弟你真是神了，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呀。我抓这条血木蛇的时候，旁边就有不少艾草。小兄弟，我叫石城，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我这摊位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拿。谢谢，我有这血蓝胆就够了，想报答我的话，等你多抓几条血木蛇再说吧。石大哥，你身患暗疾，精气亏损，想必困在黑铁武士不少年头了吧。你怎么？我教你个办法，每天取多罗叶、纸心草、月牙石各一份，文火熬制3小时，然后加入洗澡水中浸泡身体半个时辰，10天后再尝试冲击下青铜境界吧。5年前我在一次冒险中被魔兽打伤了腰，现在每到阴雨天都还隐隐作痛，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小兄弟真是不简单。现在所需要的材料都到手，等我炼制出魔力药剂，把魔力提升到一个新的档次后，就可以进行接下来的计划了。哇，这里就是黑石城的魔法工会，诞生了无数伟大魔法师的地方，果真气派，真是让人怀念呐。欢迎来到黑石城魔法工会，您好，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吗？能给我安排一个魔药配置室吗？啊，魔药配置室？好的，这位先生，请先登记你的信息。�魔药配置室1个时辰50个银币，请先缴纳1个时辰的费用，我带你过去。这么贵？配置完魔力药剂之后，我就真的成穷光蛋了。好的，先生，您这边请。小小年纪就开始进行魔药配置了，即使在工会里也是难得的奇才，想必又是哪家贵族的公子吧。到了，先生，这里就是魔药配置室了。没什么事，不要来打扰我。好的，先生。那就开始吧。仙毒草去皮，血渊金魔砂，魔焰花彩蕊。
成了。纯度很好嘛，果然还是以前的模样材料更加精纯。现在时间还早，干脆在这里试试药效吧。这药效，这药效还真是够劲儿的。左哥什么时候有空来这里了？是安娜呀，给我准备一间魔法配置室，等我配置结束，晚上一起去午夜酒吧喝一杯。讨厌，这里可是魔法公会，被管事看到了可不好。怕什么？我最近得到了一个一品魔药的配方。等配置成功，就能成为一品魔药师，到时候我罩你了。真的？那人谁啊？蛮嚣张的样子。你要是能成为一阶魔药师，你也可以嚣张。你左哥好歹也是黑色玫瑰魔法商店的一阶魔法师，还能骗你不成？啊，我的宝贝儿，等配置结束，晚上去我家健身运动怎么样？讨厌，那也要等你配置成功，成为一品魔药师了再说。我可得好好考虑考虑。好，先给我准备一个配置室吧。好。太不巧了，左哥，咱们工会的基础配置室已经全满了。要不你先等等。那怎么行啊？我现在正思绪勃发呢，要是影响了过会儿的魔药配置，赔得起吗？这个……对了，刚才路易斯带了个小屁孩去了八号炼制室，对方只付了一个时辰的钱，差不多也到时间了，不如就去那个配置室吧。那小屁孩能懂什么配置药剂？估计是来玩的。安娜，这不合规矩吧？什么合不合规矩？难道你还真以为那小屁孩是魔药师不成？哼，给他机会认识左哥是他的福气。别废话，现在就带我过去吧。好的，左哥，我这就带您去。没想到一次竟洗出如此多的污秽。这个时代的药材药性果然很充足，一瓶魔力药剂就洗毛伐髓成功了。现在我的肉身强度堪比一名二阶的青铜武士。嘿，哈哈，现在我体内凝聚了大量的魔法元素，接下来只要通过一些锻炼将魔法元素激活出来，融入魔元之中，就能直接突破终极魔法学徒境界。看看是哪一个小屁孩敢占用我的配置魔药时间。哼，左慈法师，这样不符合规矩，他的配置室还没到时间呢。哼，小子，我乃黑色玫瑰魔法商店的一阶魔法师左慈，今天正好是本大师冲击一品魔药师的日子，这两枚金币算是对你的补偿。现在你可以走了。
这臭小子，你找死！一阶初级魔法破蜘蛛，怎么回事？这么大动静，发生什么事了？这是谁在里面打架吗？谁竟敢在魔法公会动手？见过古虚管事。竟然是魔法公会古虚大人。古虚大人可是三阶高级的魔法师。这下又好看了。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古虚大人，是这两人为了争夺基础配置室引发了冲突。你们两个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魔法公会动手。我魔法公会向来开放，但绝不容许任何人在这里逞凶斗狠。你们两个从今天起被列入我魔法公会黑名单了，滚出去吧。古大人，这其实只是一点误会，我刚刚是出去。还有你，哼，这就是你们魔法公会处置事情的方式吗？不分青红皂白，各打五十大板，好大的威风。好大的威风。黑石城的魔法公会若是这个德行的话，今后不来也罢。小子，你在我魔法公会闹事，还敢污蔑我魔法公会，真以为我不敢动你吗？什么情况？好可怕的气势，这小子身体里藏着什么？哼，古虚大人，我付了钱安心的在这基础配置室炼药，这位大师不守规矩踹门而入，这也算我闹事吗？安娜，他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怎么回事？大人，不是这样的，他血口喷人。是不是血口喷人，在场的每个人都清楚。之前的确是安娜带着左慈法师闯入这个年轻人的配置室，要霸占此人的配置室。一名魔法师在配置魔药的过程中被打扰，这可是很严重的干扰和事故呀。只是配置失败倒也罢了，一不小心遭到魔法反噬，那就麻烦了，甚至会因此成为废人。这要是不处理，以后谁还敢来魔法公会配置魔药？安娜，你好大的胆子，还不给我道歉。道歉就不必了，不过我要奉劝你们魔法公会，服务生虽然不算什么，但是不要什么垃圾都拉进来，不然别人还以为魔法公会是垃圾场呢。可恶啊，来人，将这个废物扔出去。还有安娜，从现在起你不是我魔法公会的人。不要啊大人，现在都给我出去。求求你原谅我一次，不要。看来魔法公会是要好好整顿一番。哎，啊，路易斯，路易斯。古虚大人，路易斯，刚才那个年轻人是你登记的吧？是的。登记记录的，快拿来。好的。
这个。他刚刚有留下联系方式吗？这个。哎，好了，没有就算了。无需大人，难道配置室的仪器被弄坏了？这小子待过的八号配置室里留下了一些残留的药液，很有可能是某种上古的顶级魔药剂。什么？算了，我和你说这些干什么？下次你再见到这个少年，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我。是。小鸭，看我还治不了你。啊，舒服。会长，您看看这个。古旭啊，我和你说过多少次了，咱们身为魔法师一定要稳重，不管是修炼魔法、配置魔药还是日常，像你这么莽撞，以后如何能够成为一名大魔法师？啊，对了，找我什么事啊？是这个，您看看这个药剂。你又研发了什么新的药剂吗？这药剂有点意思。这是这妖精哪来的？会长，你放下我再说。快看，是工会的欧阳会长。会长，这边。高明，高明啊！天魂草、魔焰花、千叶子、西兰花、星辰沙、血渊精，这六种材料结合，竟然能炼制出这等逆天的药剂。此药剂应该是专门用来改善武者身体强度的，有脱胎换骨的功效。如果能够量产，任何一个武者从二阶青铜武士突破到三阶白银武士的几率至少能提高一半。大师，大师啊。不过这里面应该还有一种材料。究竟是什么材料？为什么一点痕迹都没有？这小子真是个天才，竟然能让会长如此状况，得赶快查出他的身份才行。感觉太棒了！你能明显感觉到大量的魔力在我的身体里流转，嘿嘿，跑个步都能增加魔力，这世上估计就我一个了。老大让我们在这盯着这小子，等得我腿都软了，总算回来了。这家伙今天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这口气别说林老大忍不下，连我都忍不了。哼，回头给他点颜色瞧瞧。走，回去复命。叶璇，你跑哪儿去了？一去就是大半天。不对，你身上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不会是掉坑里了吧？
这家伙最近一直神秘兮兮的。哎呦！陈南，你干嘛呀？靠！叶璇，你也太狠了吧！我只是想试探一下你的实力，用得着这么狠吗？谁让你偷偷摸摸的？对了，你刚才那是武技，被你看出来了。我陈南乃是西斯魔法学院的第一天才，我的目标可不是简单的成为一名魔法师，而是魔武双修，成为一名顶级的魔剑士，闯荡大陆，骑最烈的马，拿最锋利的剑，喝最好的酒，睡最美的……这个就算了。你什么时候成西斯魔法学院第一天才了？刚刚自封的。把你修炼的斗气功法给我看一下。哎，你怎么突然想看我陈家的斗气功法了？以前给你你都不要的。那这是我陈家的祖传斗气诀傲视精神诀，最高能修炼到五阶白金斗气，概不外传。什么破斗气诀啊，送我都不要。你，我是帮你看看有没有错漏。按我修改后的功法修炼，毕业前定能修炼出二阶的青铜斗气来。啥？叶璇，你该不会是嫉妒我的惊世天赋，想用虚假功法来陷害我吧？切，信不信由你。我试着，看我怎么打假。斗气，这是一阶黑铁斗气。我终于凝练出一阶黑铁斗气了。该不会是能？我是个武道天才。对了，云老师喊你过去，你去了吗？他之前来宿舍找过你几次，小心母暴龙吃了你。说谁是暴龙吗？云老师，我和叶璇在讨论魔兽山脉中哪一个魔兽最强大，您老就过来了。哼，叶璇，让你下课后来找我，你死哪儿去了？走，跟我来一趟。云老师，云老师，你可不可以轻一点？我被你握得好痛啊！看什么看？都给我滚回去修炼！你先去宿舍区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云老师，云老师，什么？我错，哎呀，谁是暴龙？云老师，好兄弟，哎呦，你自求多福了。谢玄，等你很久。怎么是云老师？怎么是云老师？你们几个的宿舍不是在贵族区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云老师，我们几个是来散步的。是啊，这风景这么好，云老师你看，清风吹叶，明月皎洁，真是美啊。拿着木棍欣赏风景，但我是白痴吗？你们几个有一个算一个，现在给我去禁闭室，关一夜禁闭。云老师，给我过去。是，我们现在就去。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几个在这里了？哼，小小年纪心机倒挺深，
不过得罪的人也不少。嗯，我也不想招惹几个小屁孩。走吧。云浪老师要带我去哪儿啊？老师，我把叶璇带过来了。进来。哎呀，什么味道啊？这是狂暴药剂，这味道有些不对劲啊。果然是狂暴药剂，好像配置失败了，难怪味道有些不对。院长正在配置魔药剂，别说话。我要是你，就绝不会在反应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加入沐雨灵，否则必然爆炸。李斯伐木院长是五阶的魔道士，同时也是四阶的高级魔药师，在魔药学上的造诣登峰造极，怎么会出现爆炸这种失误？老师，哎，说，你为什么知道会爆炸？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你想知道？抱歉，是我太激动了。现在可以说了吧？其实原因很简单，狂暴药剂的主材料共有四种：千千结、三生晶、狂魔血液、沐雨灵。千千结的主要作用是保护魔渊不受狂暴力量的伤害，而三生晶和狂魔血液是狂暴药剂的核心材料，两者冲突性极强，但在有千千结的情况下，能中和两者力量，保持平衡。至于沐雨灵，主要用来融合三生晶和狂魔血液，但是沐雨灵的属性很不稳定，且蕴含一种碱类物质，你在反应如此激烈的时候加入沐雨灵，破坏了沐雨灵的结构，产生出了碱类物质，而这种物质却能破坏千千结的药性，使其对三生晶和狂魔血液的平衡作用下降，不爆炸才怪啊。更何况你之前的配置手法也有问题，也是爆炸的原因之一。原来是这样。我说呢，我的配置一点失误都没有，怎么可能失败？还以为是欧阳城那个老东西卖假药给我。原来是沐雨灵中碱类物质破坏了千千结的稳定性。敖雪，还不赶快给我介绍一下这位大师。老师，这位是之前配置出完美级别火元素基本液的初级学员叶璇。是您让我把他带来的。他就是叶璇，果然一表人才啊。来，大师，您喝杯水。您刚才说我的配置手法有问题，不知道。你的手法的确有问题。大师，您慢走。师父，叶璇已经走了。敖雪啊，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何会对叶璇如此恭敬？
傲雪，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为何对叶璇如此恭敬？是，师父，叶璇是我们学院的学员，您刚才……他是我们学院的学员不错，不过这又能代表什么呢？他能解答出我狂暴药剂的困惑，我称呼他一声大师便是他应得的。啊，可是您是学院的院长，而且还是五阶的魔道士。哎，哈哈哈哈，傲雪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为师的出身你应该知道，来自王国的一个偏僻的乡下，靠着努力才进入到王国第一魔法学院。而为师在王都魔法学院的时候，是学院中最没见识的一个学员。但是当四年学业结束后，为师却成为了学院中最顶级的天才。你可知道为何呀？因为为师不在乎尊严。我出身卑微，所以尊严对我而言一文不值。哎，只要有任何不明白的地方，我都会求人教我，不管是修为比我高的还是修为比我低的，我都一视同仁，不耻下问。如此一来，我才能在四年里不断地提升魔法造诣，终于成为了学院第一天才。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傲雪，你天资聪慧，是王都最顶级的魔法天才，但为师希望你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徒儿知道了。师父，您说叶璇是怎么知道狂暴药剂的真正配置手法的？这为师也有些疑虑，不过并不重要。可能这叶璇是一个天生的药剂天才，有可能他的背后有一个比为师还要厉害的魔法师。但不管是什么，凭他之前对为师的指点，都足以担当这一声大师。好了，天色不早了，你也该回去了。是，师父。我有种感觉，今晚一定能炼制出真正的狂暴药剂。这个时代天地间的魔法元素太浓郁了，比魔法时代多了何止百倍千倍。我能感觉到魔法元素不断融入到我的魔渊之中，这样下去想必很快就能突破终极魔法学徒了。你呀、啊，一动不动趴在我面前，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吗？我这不是好奇吗？也不知道你昨天什么时候回来的，早上一睁眼就看你在修炼。哎，叶璇，你不会修炼了一整晚吧？这算什么？想当年为了汲取虚空中那些微的一丝魔法元素，我闭关了三个月，没喝过一口水。现在的叶璇，为什么总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喂，陈楠，你没事吧？刚才情况突然，我也没控制力道，不会伤到你了吧？还好我陈楠天赋异禀，挨你一脚不算什么，换了别人，一会儿同教官的五技课怕是上不了了，敢逃他的课，
和自杀没区别。童教官，叶璇，班长早啊！一天不见，真是越来越漂亮了。这叶璇雄心豹子的很，敢和魏班长这么嬉皮笑脸的。就是，这个家伙真是太讨厌了。没想到一大早就要面对这凶神。哎，我明明是魔法师，什么要上野外生存课呀、啊？完了，今天又要腰酸背痛。安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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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无非是你们是魔法师，不是剑士，没必要修炼武技。我说的对不对？魔法师的确比剑士高贵。但是，一旦到了战场上，魔法师也会成为无数剑士针对的存在。一个魔法师想要在战场上活下来，必须拥有强劲的体魄，否则一旦被剑士接近，就是一个废材，必死无疑。而我教导你们的便是如何在野外甚至战场上生存下来。你们还觉得武器课没用？这童教官倒是个真心为学生着想的好老师。不想参加野外生存课的现在就可以滚，我不会为难你，但你们要记住，还有半个月便是学院的野外生存试炼，试炼的成绩将关系到你们未来能否进入更高的学府进修。现在有没有人想要离开的？很好，先要训练长跑100圈啊，热个身。累死我了，这好累啊，跑不动了。童老师又搞你们王国军队里那一套啊。啊，你不觉得你那一套已经过时了吗？啊，原来是周老师。我童虎教学生只看结果，只要能提升实力，让孩子们在战场上搏命，不管哪一种方法都值得推广。跑个步就能提升实力，那大街上的马夫不都是绝世强者了？让我看童老师用自己军中绝技教导出来的弟子究竟有多厉害。这跑在最前面的学员我怎么没见过？叶璇。这小子不是你们班那个废物吗？两年都突破不了初级魔法学徒的那个，如果今年还突破不了魔法学徒，按规矩就要被学院劝退。学院这十年来还是头一个呀。童老师，你教导的学员可是破了学院的记录啊。周老师，在我这里所有的学员都是一视同仁，叶璇也不是你说的废物。是吗？一个连初级魔法学徒都突破不了的学员，不是废物是什么？
而且此人还拼了命跑第一，怕是几圈下来就扛不住了。洪老师，你的训练方法早就过时了。哎呦，老大，老大，这个家伙他就逞能吧，跑这么快，几十圈下来必然累得不行。就是他现在跑得快，等过会儿可就有的受了。这魔力药剂果然霸道，我似乎距离终极魔法学徒只差临门一脚了。第六十圈了，这家伙还在第一个，他不知道累吗？周老师啊，这就是你说的几圈下来就扛不住了？哼，刚才是我小看他了，不过十圈之内他必然后继无力。嘿嘿，还有二十圈了。叶璇怎么还在第一个？哎呀，他今天是疯了吗？周老师，刚刚是谁说他十圈内后气无力的？切，跑得快又怎样，还不是个废物。周老师，请别喊我的学员废物。洪老师，你是四阶黄金武士，但我也一样，怎么你还想跟我动手？我说错了吗？连初级魔法学徒都突破不了，这叶璇不是废物又是什么呀？总算突破中级魔法学徒了，下一步就是高级魔法学徒了，争取在几天内早日突破。叶璇这是突破魔法学徒了？刚才那魔法元素气息怎么感觉比高级魔法学徒还要变态啊？我不会是眼花了吧？这哼，周老师，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洪老师确实有个好学生，我还有点事先告辞了。所有人原地休息五分钟，五分钟后集合。累死了。叶璇，你也太牛了。你是没看到，刚才班长大人看你的眼神儿，行了，别八卦了，一边去。休息够了吗？还不快给我去集合。是是，童老师，我们这就去。能不能学学人家叶璇，一个个跟死狗一样，跑个一百圈就要你们命了。老大，这家伙今天可是出尽风头了呀。自己出风头也就算了，还连累我们。行了，闭嘴吧。是现在我来教导你们野外生存技巧。学院将在半个月后组织所有学员进入魔兽山脉历练，你们需要知道如何才能在危险重重的山脉中保护好自己。红纹甲虫，魔兽山脉里最常见的甲虫之一，你们要知道的是它的蛋白质含量是牛肉的三倍，在没有食物的情况下去掉头就可以吃。嘎嘣脆。对于立志成为魔法师的各位，
也许会觉得这难以接受，但是在环境恶劣的野外，这能让你活命。下面我们来讲如何寻找水源。哎呀，丛凶神什么时候才能讲完啊？什么如何在山野中生存，这也太无聊了吧。我们都是魔法师，在野外生存那是轻而易举的事。哎呀，不同魔兽拥有不同的习性，想要这个叶璇以前时常溜号，竟然也听得如此认真，不错。好了，野外生存技巧就讲到这里，接下来开始分组对练。第一组，魏思清、叶璇。啊，嘿嘿嘿，学员对练第一组开始。叶璇学员醒了。班长的手果然像绸缎一样柔软。啊啊嘿嘿，好充盈的魔法能量，班长大人我就却之不恭喽。叶璇，你给我放手。啊，大家快看，班长被叶璇抓住，动弹不得了。混蛋，来得好。咦，哼哼，班长果然身手了得，在下佩服。这小子刚刚才突破终极魔法学徒，竟然可以硬扛魏思清的高级学徒魔力。这真的是对练吗？这样的对练我也想要啊。叶璇，你快给我放开。放开？班长你是不知道你的拳有多重，我可不想另一只眼再挨一拳。这亲密的身体接触。老师，请给我也安排一次和班长的试炼。不要。混蛋。哎呀。嘿嘿嘿，班长，我劝你还是认输吧。班长这纤纤玉手，被我伤了可就不好了。啊！死了！叶璇，想挣脱我的锁技可没那么容易。嘿嘿嘿。不够，还不够，这种程度的攻击还不足以刺激我的魔元，看来只能出绝招了。叶璇，童老师，班长他动用了魔法元素。安静，叶璇，你究竟还能给我带来多少惊喜？这是你自找的。
嘿嘿。啊，什么？他居然借助我的攻击突破了，难道他之前都是故意的？叶璇，真有你的，连班长的魔法攻击都扛下了。这个叶璇一天之内连续突破了两次。班长的火元素攻击果然不凡，现在轮到我出手了。嘿，他使用的是我刚刚施展的斗技，为什么他手中的火元素给我一种变幻莫测无法阻挡的感觉？原来这才是完美的施展手法呢。我输了。三。哎呦！班长，我这招比你刚刚那招如何？我。来而不往非礼也，你帮了我，我也送你个礼物吧。我的魔元居然跨出初级魔法师级别了。嘿嘿。不可能，不可能！叶璇这个废物，怎么可能这么厉害？哦，都说叶璇是个废物，以前也没看出来什么特别，隐藏的也太深了。学院里这群废物学员和老师，真是误人子弟，将好好的一个天才就这么扼杀了，说不定咱们学院又能多一个进入王都艾伦魔法学院的天才。童老师，我赢了吧？同学们，今天的训练课先到这里，大家可以自由活动。韦思清，你跟我来一下。哎呀，终于能休息一会儿了。总算结束了。叶璇，刚才你和班长大人对练得很开心啊。哦，的确挺开心的，班长美女的手又滑又软又香，搞得我都舍不得洗手了。少废话，叶璇，我跟你当同学三年了，我不相信你这个废物也能翻身。到底用了什么障眼法，让童老师都对你高看？今天我就要卸下你的伪装。哼，林月，我还真是挺佩服你的，三番两次的找我麻烦。告诉你，我可不是当初的那个叶璇了。你唬谁啊？你们两个，给我上！叶璇，你找死！动不了。找死？很久很久没有人敢这么对我说了。魔法卷轴！是追踪火球，叶璇，小心！三番五次找我茬，很好，今天就让你彻底绝望。雷风遁，成功了！不可能，追踪火球是一级魔法，你一个魔法学徒怎么可能躲开？就不信你能全部躲掉！
结束了。这就是你说的光明正大，还以为有什么能耐呢？嗯，一个追踪火球卷轴就想废了我，草率了。叶璇，你等着。干什么呀？空间魔法戒指，果然是名门之后。空间魔法戒指一般只有正式魔法师才用得起。哎，铁天斗气诀，黑铁斗气。那不可能。哼，不痛不痒，这算哪门子黑铁斗气啊？以为拿这把发光的剑就是黑铁斗气了？我点根蜡烛岂不是火焰斗气了？哎呀，老大，不好，是岩兔，快撤！岩兔，这叶璇怎么这么厉害？林大少，刚才不是说要废了我吗？怎么这就歇菜了？叶璇，这里是学院，你敢殴打学员，学院不会轻饶你的。殴打学员？我这可是正当防卫。没错，大家都看到了，明明是你先动的手，叶璇这是正当防卫。我是王国子爵后代，你敢动我？考虑清楚后果，我都有三长两短，谁都保不了你。威胁我？哎，喂！有什么三长两短我不知道，但我一剑下去可以让你短生加短。你想干嘛？想干什么？不要。都吓尿了。不好意思，刚才扎歪了，我再扎一次。叶璇，算我求你，放了我，我什么都答应你。放过你也可以，把你的空间魔法戒指给我作为精神赔偿，就勉强放你一马。不可能。哦，行。叶璇，你别冲动啊！给我给，我给还不行吗？啊！啊，挺合适的。林月，看在同学一场的份上，今天就再饶你一次。要是还有下次，哼！快看看林月的戒指里都有什林月同学还真是好人，这一下我后面修炼的资源就有了。哎，走去魔法修炼塔。叶璇这个废物竟让我如此狼狈，我可是林家嫡子，他竟敢当众羞辱我。老大，
要不我们多找几个人埋伏他，等他回宿舍的时候狠狠教训他一顿。好主意。不行。哎，嫂子，让你替班长出头，现在好了吧？你吃醋了？哼，找人教训一顿叶璇怎么不行啊？叶璇实力不弱，而且我们都看错他了，此人奸猾无比，万一让他跑掉，回头再告到导师呢，我们都要吃处分，得不偿失。那怎么办？你不是有个叫林峰的堂哥在学院吗？据说已经是二级的青铜剑士了，要是他出手，叶璇肯定玩玩。这个主意好。好个屁。哎，我和林峰都是家族继承人之一，让他知道我连个废物都搞不定，回头往家族里一宣扬，我林月以后就别想在家族里抬起头来。要不咱们到外面找个高手进来教训他一顿。到外面找人？你想死啊？人知道我们都得被开除。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办？有了，马上就是野外生存课，假如叶璇在魔兽山脉中出了啥意外。据说咱们学院修炼塔底下有一条魔晶矿脉，能源源不断提供修炼的魔法元素。当年创立西斯魔法学院的第一任院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将学院建在这里。嗯，这底下的确有魔晶矿脉，虽然应该是最低级的，但却是魔法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财富了。在魔法时代，一颗魔晶都称得上是无价之宝。啊？连呼吸一下都有如此浓郁的魔法元素涌入，这个时代的魔法师真是幸福啊。嗯，什么这个时代？叶璇，你又犯傻了。没什么，走吧。这么多人？魔法修炼塔一共100间修炼室，其中低级修炼室60间，中级修炼室30间，高级修炼室10间。不过那是专供老师用的，学员只能使用中级和低级修炼室，而中级修炼室的价格是低级的10倍，所以大家都排队等低级修炼室的位置呢。哦，不够了呀。谁啊？哎，麻烦让一下。别插队啊。劳驾，请给我开一间。这位学员，低级修炼室已经满了，还请您去后排后排队等候。中级修炼室也满了？中级？对，中级修炼室还有，不过中级修炼室一个时辰10个银币，包天的话只要一个金币，您看。啊，靠，土豪啊，这是黑石城哪个家族的少爷，上来就包一天，这么财大气粗的吗？土豪还需要腿部挂件吗？女朋友考不考虑找一个？全部住手！腿部挂件这里已经有一个了。一出手就是一个金币，牛！哼，反正花的不是自己的钱。终极修炼室只允许一个人进去，再说了我还得回宿舍修炼斗气，就不打扰你了。
那好吧。你好，先生，这边请。先生，这里就是你的房间了。啊，谢谢你。原来是通过二级巨魔阵来抽取底下矿脉中的魔法元素，让这里始终保持相当于外界两倍的元素浓度。低级、中级和高级修炼师之间的区别，应该是在巨魔法阵的强度上有分别。有了。经过我的改良，这里的能量已经是原来的五倍，修炼起来定是事半功倍。分源之术，这个时代的魔法师们应该还只能凝聚一个魔源，末法力后，魔法师们为了吸收虚空中极其微弱的魔法元素而研究出了分源之术。分源之后，虽然魔源看似变小了些，但是吸收天地间魔法元素的速度却提升了不少。再分，哎，四个魔源应该是我现在的极限了。接下来是魔力转化。去。哎。啊。魔法元素果然能转化成斗气，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魔物双修了。
呀！十天苦修，我的魔元终于达到了极限。欢迎下次光临。哼，过几天就是野外生存课了，我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事儿啊？糟了，性魔士！能够熟练施展出冰锥术，寒冰之体的隐患应该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你对待恩人也太粗暴了吧？你说三天后来这里等你，这都第几天了？这不被事情耽搁了吗？一空下来第一时间就过来了。你不会一直都在这等我吧？哼，才没有呢。冰霜都结这么厚了，还说没有？啊，你做什么？别紧张，我只是确认一下你的伤势。对不起，我误会你了。没事，坐下说吧。好强大的精神力，居然能查探我的身体。很好，看来你这些天都有运转我给的魔力口诀，你的身体已经痊愈了。谢谢你，黑石城的萨哈牧师也很震惊我的身体变化，不过我没有告诉他你的事情。呵呵，好，这个送给你。送给我的？这是？这是枚三级风系魔晶，你是风系的魔法学徒，有了这枚魔晶，你就能更快地突破初级魔法师了。一枚三级魔晶至少价值上百金币，你确定要给我？嗯，谢了。说谢谢的应该是我，我叫慕容冰云，你呢？你就是学院三大美女之一的慕容冰云？啊，很意外吗？难道你没看出来吗？这个我逗你的，看把你吓的。喂，别发呆了，你还没告诉我你的名字呢。我叫叶璇。叶璇，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悉？难道就是学院里鼎鼎大名的那个废？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没关系，我就是大名鼎鼎的废物叶璇，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不，在我眼里你根本不是什么废物，你比其他学员都要厉害。看来你还蛮有眼光的嘛，走，看在你送我礼物的份上，我带你去个好地方。什么好地方？跟我走就知道了。魔法师公会，这就是你说的好地方？哼哼，不然你以为呢？我可不是那种随便的人。你
哼，开玩笑了，走吧，进去你就知道了。玄大师，欢迎光临魔法公会。大师，啊，是你呀、啊！这么快就升领班了，恭喜恭喜！不知大师您这次来，我想购买一些魔药。啊，好，我马上安排。领导，叶玄大师和他朋友要购买魔药。你去招待一下，记住，如果大师要走，你千万留住他，等我回来。叶玄大师，我先让琳达招呼你们。得赶快通知古旭执事。哼，不就是狗屎运当上领班而已吗？居然命令起我来了。一个小屁孩而已，还大师呢，不会是消遣我吧？这位先生，不知有什么能帮到你？我要买瓶感魔药剂和一些魔药材料。呢？怎么都是些便宜货，还大师，太会装了吧？叶璇，你买感冒药剂做什么？这是成为不了魔法学徒的人用来感应魔法元素的。哼，过会儿你就知道了。神神秘秘。魔药剂的购买在二楼，两位跟我来吧。关注若恒文化公众号官方微博，第一时间获取动画漫画更新信息，抽奖赠送价值20万人民币的周边福利，每周都有好礼相送，大家快来关注吧。